欢迎回到我来我们的 L Y 大台我来了这个环节。OK，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呢，就是大蓝到底是什么呢？来，哇，就是这一个啦。OK， 来一起来看看里面的，就是这一款 Prada 的 Central Bag。OK， 现在呢，介绍包包的细节给大家看。首先呢，它是采用牛皮荔枝纹的一个设计，然后呢，这边它的 logo 是 3D 的，有一个小吊坠的。OK， 然后呢，打开。里面呢是采用这种双拉链的开关，打开呢，后面这边呢有给到我们一个拉链的置物格，另外一边呢也是有小置物格的，容量非常的足，方长钱包、小水瓶都不是问题。带的部分呢是可以拆，然后呢可以调的全皮。如果你跟我们购买包包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给到你这个包包，然后它的 dust bag 还有这些卡呢都是会一起给到你。对，开始上的给大家看。OK， 这个大小呢是非常刚好，无论是上班还是日常都是非常好看的。然后呢，长单肩也是 OK。当然，今天呢你要手拿取衣的那一些呢都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如果你对这款包包有兴趣的呢，可以赶紧截图去私聊客服了解更多。今天这一期呢，大牌我来了就到这里结束了。OK， 想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话呢，记得 like 我们的 page，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的大